家都误会的法律常识，遇到纠纷千万别做这件事。阿伯就说精神赔偿费他是列50万，哇，如果没有受伤，这个精神赔偿是不存在的。车祸我们要注意3点，要报警，免得背后肇事逃逸的问题。哦，以后发现第一通根本不是老公，再来我们就是打给沈律师或姐妹。好，不用联络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